有点激动哈。我们火星实验员是一群最具牺牲精神的火星人，用火星的方式解决地球人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把脑洞的想法变成现实。我们做着地球人看似无用的实验，而背后往往伴随着不为所知的人类奥秘。行动吧，实验员！人生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边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了，怎么就出发了？两颗炸弹就彻底炸得你魂飞魄散。感觉太可怕了，赶紧逃离这个失联之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优酷和银河酷娱联合为您打造的火星研究院。本节目由你负责疯狂剁手，账单交给你的朋友的花呗特别赞助播出。是的，我们火星研究院呢，致力于用火星的方式解决地球人关心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行动更是超能力。现在啊，就面临期中考试了。期中考试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获得的一种超能力是什么？就看得特别远啊，手特别长啊！不是，没有了，还是要靠自己。龙龙，我每回快到考试之前，会跟家里申请一笔社交费，专门去请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去搞好关系。关键是家里也批。什么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考试之前都要临时抱佛脚，瞬间要看书看书看书，能记到多少就记到多少。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记忆能力，过目不忘最好就是。我的记忆力真的还可以。夏商周秦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看。这种东西往往是很容易让人记。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楚武，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平地，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对不对？哇！哎呀，迪哥被秒杀了。对，这个你，韩哥背的啊，院长背的这个。迪哥，你就不要秀了。哇哇！大家好像都有通过临时抱佛脚增强记忆力的时候啊，到底记忆力可不可以开发？今天我们火星研究院实验的主题就是用火星的方式开发瞬间记忆力。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要有请的是堪称拥有机器猫记忆面包的记忆超人刘大伟，有请。大家好，我是刘大伟。刘老师，怎样提高瞬间记忆力呢？其实每一个人的记忆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得到培养的，而且的话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刘老师一定是通过后天的培训，今天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好，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后天再录。刘老师，人的瞬间记忆能力是有办法提高的。是的，进行记忆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些抽象的数字，我把它变成了图像。哦。然后这个图像呢，我会用一定的刺激，使我能够更加方便的把它记下来。你在记的时候掐自己吗？按照专家的方法，如果想激发记忆潜能，就要把抽象的数字变成图像，再通过强刺激记下数字。所以接下来的潜能开发实验规则如下：我们要在实验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数字更形象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强烈的外界刺激来激发记忆潜能。如在经历车祸追尾后就记住了追尾车牌号，实验员通过刺激在20秒之内记住10组数字，则实验成。来，所有人站上来。我好害怕这个台子啊。所有人做好准备，闭上眼睛，深呼吸啊，
请黑衣人上道具。赶快进梳子。都什么呀？9 8 7 6 5 4 3 2 1，收收。什么呀，吓死我了。笔呢？我的笔呢？小五小五小五，快快快，谢谢院长。就只记住这两下了。5 4 3 2，时间到。好，我们首先从露露开始。17 46 87 05，你都是按人头记的，对不对？就记住了这两个。我以为要四个四个一起记呢，还有一个55。五十五有吗？要。好，五个。接下来雨熙，14 7 2 4 6 4 9 6 3 3 8 5 5 0 5 8 7，天哪，17，全对。哇，天哪，都是女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但是前锋就是喜欢你。在这一轮当中获得优胜的是张雨熙。哇，他将会进到我们火星的秘密基地。要干嘛？雨熙吃喝玩乐去了。我觉得那不一定是个好地方啊。人生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通过第一轮最轻量化的火星实验，实验员张雨熙记忆力潜能成功激发，被院长先行派往火星秘密基地。而没有成功的实验员将进入下一轮更加惊险刺激的记忆力测试，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什么呢？通过刚刚第一轮的实验呢，我们发现其实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呢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人在紧张的时候呢，所有的注意力会集中到自己的五官当中，当然包括脑子，也包括你的瞬间的记忆能力。你们还记得上次奔跑潜能实验吗？所以刺激点越高，你越有可能提高你自己的记忆力。接下来我将过去要检查什么铁球啊、狗啊、炸点啊，有没有一点新意？还真没有新意，特别是对杨迪，又是那两只狗。两只狗现在会爆数字了啊！没有成功的实验员要听口令，我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要到另外一个神秘的基地接受刺激提升瞬间记忆力的测试。我叫谁的名字，谁就跟我过来。走错地方了，院长。3 2 1，我等一下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跟我走。趁院长不在，我们走吧。走，这么个东西拦得住我们？回家了，不能走。不能走，你们谁呀？我们是第一组，汪苏泷、武嘉成。哎，我们这个节目是个实验节目，怎么变成一个冒险节目了？诡异的节目。这个不是一个实验节目，这是一个冒险节目。
怎么这句话又来一遍？是因为什么？我怕刚刚那个他们没读。嫌疑人来了！天哪！哎，这个是什么？要干嘛？天哪！哎呀呀呀呀！干嘛呀？再见，各位。好吓人啊！带走两个。第二组，前锋，曹璐。前锋，你在这一组不是为了记数字，而是为了保护好曹璐，保护好曹璐。那我呢，院长？杨迪，哎，实验的内容特别的危险，所以你一个人一组。实验间。实验员在20秒时间内记住10组数字，则实验成功。好的，两位已经就位了，请坐上椅子。啊，坐上椅子？电椅。哇，有电！摘下眼罩。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请你们一定注意观察，记数字，记数字的多少将面临最后的终极大惩罚。天哪，我这关一定要对。汪苏泷、武嘉诚可以手牵手。还要牵手？谁牵手啊？快点，快点。好，有哥哥在，有哥哥在。第一扇门，开门。数字写在老虎的背上了吗？狗，狗背上，狗狗的舌头上。2、1，收数字。完了，刚才那两个什么忘记了？第三扇门。没事没事，哥哥在，哥哥在啊。什么呀？还有一扇门，一扇门。4、3，什么？要喷我们了是吧？4、3、2、1，收数字。这是他！这是他！这是他！扇门，注意安全。在哪数字呢？数字呢？出数字，4、3。数字呢？上面哪有数字？3。哦。2、1，收数字。他们两个算大胆的，都叫成这个样子。哇，记住吗？第5扇门，还有。
出数字。哪有数字啊？接下来请两位出门到这里来。我情愿第一个去，我不愿意在这里担惊受怕。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实验节目吗？怎么变成一个冒险节目了？这么大的气球。对，赶快进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开始。十个数字写好了以后就放在这里给我对。啊！抬头看气球。有气球在充气。我听到放气。放毒气吗？我什么都记不到了啊！五、四、三、二、好，放在这里。啊啊、时间到。第一组数字记忆失败，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小五，你拿那个步话机到现场，把前锋曹路带来，尽可能的去吓他。好。啊啊啊！我跟你说，简直吓死！真是啊！院长发大招，发大招！迪哥，我们命还在，只是少了一根手指而已。哎，是什么样一个情景啊？特别快速怕吗？我怕，我怕。然后，冷血动物怕吗？而且那种冷血动物不好控制。啊，我怕。那只把我跟龙拽下那只狗，但是这次那只狗在里面算是最可爱的了，算是最可爱的。我回家了，我先回一下。来了来了，陆姐，来吧，峰哥，走，走，来给他们打气，给他们打气，加油！小五带到位没有？已经带过来了，已经带过来了。好的好的，直接带到沟里去。贴边走，因为这有东西贴边，贴着边。哎，你也碰到了，小五小心小心小心。蹲下。好。没有问题，走吧。故弄玄虚。先入座，先我进去啊！院长，他们已经落座。好，请你们两位到我的监控室来。好了，我走了，你们加油，拜拜！别走，你先别走，你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你是不是我们朋友啊？是朋友啊！院长说了要保密，不过如果你要答应帮我消灭我的花呗账单，我倒可以考虑考虑。朋友一生一起走，花呗账单请带走。哎，可以，我帮你消灭你的花呗账单。哎呀，我再考虑考虑。前锋曹路做好准备了吗？好，保护好曹路，开第一扇门。什么？什么东西啊？出数字。什么数字？在哪里？快！烧数字。十三，七十一，开第二扇门，小心。前锋，请一定保护好曹路。你在这一组不是为了记数字，而是为了保护好曹路。这
什么东西啊？出数字。三二一，收数字，开第三扇门。天哪，辛苦了，哥哥们。三二一，收数字。开第四扇门，出数字。哪里数字？收数字。开第五扇门，出数字。走喽，笑成这个样子哦，再见，做不了这个研究喽，王苏龙人都拉翻在地喽，有没有一点新意？永远都这几样。迅速到里面去，计时开始，快快快快，计时开始，赶快写，快快快，两个人可以交换，两个人可以交换，可以每个人只记五个，然后拼在一起，要凑齐十个。注意头顶，注意头顶。曹总，你搞什么鬼？你只记了三个，还可以吗？快点要爆了！你记住没有？时间到，来举起来，我来对一下。看看你们比刚才是不是进步了一些？一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通过了。对，夫妻对拜，爸爸救我！爸爸，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看一下。都差曹路那边的94和61，非常遗憾。天哪，啊，我脑子真的是有问题。不是有问题，太紧张了。一共有五扇门，每扇门两个数字。数字呢？注意头顶。间到，最后一定是有一个气球。院长，你百密一疏，把我留到最后就是你的错，是时候弹劾院长了，弹劾院长了。哎呀，啊啊！我跟你说，陆姐受伤了，刚刚曹陆受伤了。我跟你关系那么好，我绝对不会骗你，狗真的没有。我告诉你，小五，把这几个字告诉院长，我先走了，我已经留下。别，哥，作为好兄弟，我就告诉你一个高速摩托。高速摩托就是在快速的时候，你要记那个两边的数字。说谎的话，嗓子一个星期说不了话。好。先走。好，杨迪带到位了吗？没有，院长带到位了，现在准备上座位。我人到心没到啊，这有好上电椅。好的好的，让他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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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哥。
做好之后拴好，拴好，拴好，拴好。这是什么？过山车，过山车。然后摘眼罩，我帮你，我帮你。啊，把眼镜戴上。小五，请回到密室。走到，现在立马回。谁也别想走，一起死。韩哥，死一个不让我走。傻瓜。谁也别想走，说说。小五必须甩开他。好，收到。快快加油。杨迪，请你不管是升或者是降或者是转弯，都一定要记住出现在你眼前的数字。为什么有这种项目啊？准备开第一扇门。出数字。三二一，收数字，开第二扇门。要记数字。我记得，再记再记，我想起。你们进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收数字，开第三扇门。四、三、二、一，收数字。杨迪，注意下一扇门，开门。我会记住你们。院长，你百密一疏，把我留到最后就是你的错。能不能够提升你的记忆？刚才你提升了两个，十个数字，如果能够写对的话，它就不会爆炸。马上就要爆了，爆下来以后，气球里全是小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杨迪写了十个数字，只对了两个，只对了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赶快摆到这个地方来。不对不对不对，等一下，摆，赶快摆，你的头离气球太近了，你的头离气球太近了。好，是不是十三、七十一、三十五、六十一、八十二、五十八、九十四、二十五、零一、四十三？恭喜全队！哇！全队啊！恭喜全队，唯一全身而退的是杨迪。哇哦！
太惊险了。迪哥，迪哥辛苦了，迪哥辛苦了。迪哥厉害厉害厉害，太可怕了，每个人都没有狗，就到我又是那两只狗。杨迪，这是你的遗书吗？我本来写好了，院长我告辞。什么感觉刚才？因为我很怕蟑螂，所以到了那个第一关的时候，蟑螂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已经看不清是什么了。你们二位呢？我是被那个自己砸啤酒瓶的那个吓到了，他们两个人的面相特别凶。对，而且都不苟言笑，一点都不会笑。对，杨迪，我全对。问题是你被哪个吓到了？还用说吗？你们还要问我这个问题吗？我被前锋的脸吓到了。没有了，狗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受到最惊吓就是我们的杨迪。对，这样的刺激能不能够提升他的瞬间记忆力呢？事实胜于雄辩，杨迪十个数字全部记对。而且我是按照那个顺序，刚刚老师教的那个方式记的。你怎么你编都编不出？一山，张一山，哦，一山起义了，他起义了，哦，他要扇我巴掌，一山起义扇我，在六一节那天。你现在说一遍。一三七一三五六一八二五八九四二五零一四三。哇！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仍然有四名实验员没有成功的激发自己瞬间记忆潜能，看来我只能用杀手锏。各位请接受最最终极的测试，行动吧，火星实验员。哎，等一下，火星福利大放送，小五聚会。Hello， 现在进入我的聚会时间。大家都知道小五非常的爱笑啊，但是我就想把这种欢乐传递给大家。在我的聚会里面呢，肯定不只有欢笑，还有更多的小实验等着我们。来 ，follow me。接下来呢，我就想告诉大家蛋的神秘力量，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拿起一个蛋。人手一个啊，人手一个，好的，蛋都拿了吧，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把鸡蛋放在手心，然后五个手指捏下去，均匀用力，这肯定能捏碎了。三二一，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事？我捏不碎吧？那他为什么捏碎了？人假实验，假实验，实验是假的，是任务失败。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我先采访一下其他几位，雨欣，你刚刚有没有？对，我捏不碎。你呢？其实捏不碎。陆姐，捏不碎，真的是使用了很大的力气，捏不碎。你采访他呀，捏不碎。我抛开一切情绪回答我。捏不碎，捏不碎，捏不碎，捏不碎。我来告诉一下大家它的原理是什么。鸡蛋，你看它是呈圆弧状，所以在我们用尽全力给它施加压力的时候呢，这个压力会给它这个形状全部带出去，以至于我们为什么这样捏它都碎不了，反而呢碎了。峰哥是一个例外，谢谢。所以为什么平时我们会选择哎呀这样敲敲杯子或者两个碰撞，因为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嘛。啊，所以它所有的力都分散掉了。分散掉了。我们明白了，峰哥，我们明白了。我们听小五说，听小五再试一下。我们听小五说。够了。是的，所以是这样的，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有趣？
如果呢你觉得非常愉悦，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起来，你可以在评论里面分享一系列类似这样的或者说比我们更有趣的小实验。你的评论如果获得点赞数更多的话，有机会列入我的聚会宝典，而且有机会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参与实验哦。是的，在这里行动更是超能力，现在潜能开发，终极实验开始。我们这是要去哪？我听说要去山上。是不是特别恐怖的一个场景？有老虎。这样的话就让我想起来那次那个雨熙跟杨迪两个人的那种爆炸场面。这样弄吗？我觉得因为火星研究院不会把一个 idea 弄两次，我觉得应该是是一个创新的节目，对不对？对，已经在那一波都花完了，现在这是重点。但是这一期既然我不是院长助理，我一直是院长助理，怎么弄的？你的后台怎么弄的？赶快给我爸打电话。对呀、啊，你爸怎么偏心了？现在不知道我的关系吗？院长私生子，私生子不止一个。那今天是谁啊？我听说是子琪。他不可能是院长的私生子，太高了，他是不是还那么高了？长得也不像啊，是吧？比院长帅多了。院长，我给院长打电话。你有必须。就不知道带我们去哪儿、啊。对啊，深山老林的。哇，已经是到山上了。那其他人在哪儿现在？不知道，他其他人过了，他就没过来录了吧？哦。子琪，后面还有一个陌生的面孔。这是谁？哎，这是迅哥吧？不鼓掌、啊。哎呦，村里来新人了。我来了不鼓掌啊？哦、一直在蹦。哎呦，受气受气，谢谢谢谢。迅哥今天当了我们这个潜能激发实验的体验员，帮你们先体验了测试了一下啊。迅哥已经体验过了。今天我们这个实验呢，真的非常的具有危险性，非常大型，所以呢，院长特意给我配了一个院助助。院长助理还有助理，院助助不太危险的活不会叫我来。对，就是我们的迅哥。我刚才确实差点半条命没，半条命没。怎么样？细节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你们要做好准备啊！有什么提示吗，哥？你会感觉到，就是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哎哎，怎么就出发了？感觉太可怕了！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太吓人了。啊，那边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了。虽然短短的十几二十秒，但是你这一生会闪现。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实验啊？就是不论从环节还是刺激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潜能开发的第一代，就比之前录的都要刺激。但是我看到那么空旷的地方，我就想到了那个杨迪跟雨熙两个人跑那个炸弹。对对对，放心，炸点儿应该会安排，该有的都有。今天迅哥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是吗？就是这一路肯定会受到一些惊吓，但是呢没有关系，受完惊吓了有个很好的礼物带给你们。广告时间到了。哎呀，12月1日啊，我的新电影这就是命就要上映了。我觉得跟这一次的这个实验非常贴切，充满着惊吓和惊喜，所以呢大家一定在看完这个实验之后呢去看我们的电影，好不好？12月1日这就是命。好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哈，直接送上车，来，我们到终点去迎他们哈。实验这就是命，第一步上车，第二步上柱子，第三步进柱子，第四步进柱子。如实验员在20秒之内记住10组数字，则实验成功。收到，怎么了？你
知道那个迅哥手里有什么东西吗？来，迅哥给你说一下。迅哥手里有什么？我不知道啊。人生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待会儿你们在这一路上会充满了炸弹，炸弹。前面是有火吗？我怎么看到有烟子？哦，来了！哦，来了！快，35！35！强火！听我口令，准备了。5、4、3、2、1，有火！开始！人生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快写数字！迅哥被炸了，快炸！哎，炸什么？准备啊，准备！啊，来，3、2、1！哎呀，不要吓我啊！哎呀，什么？啥玩意儿？这么夸张，谁还记得住？啊，13，对不起，82、95。记不住的就要被炸了，我跟你们说。啊，还有最后一个。好了，现在由我来公布最后的成绩。对。各位学员，刚刚我们这个大型的装置有什么感受？太刺激了。峰哥，你没有看到你从车上下来时候的脸。啊！大白。
我是谁？我在哪儿？一开始就是一个数字，到后来会有墙，对啊，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纸板墙，啊，最后再爆炸。哥哥，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挡住我没看清楚，我才记了六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五很不容易，一直在干呕。其实我真的挺怕的，我不知道是生理反应还是怎么样，我刚刚全程在干呕，但是我要硬看的那个数字，而且要看出来，喊出来的，35、80、85、80、80、80，九，95，40，21。所以在20秒里面要记10个数字，还有这么多的装置，真的很不容易。对。有一个人成功，我们也算是这个实验项目就成功了，好吧？说明它还是有效的。最终的成功者是小五，有请小五站上报告台。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12月1号要走进电影院，观看我们迅哥的《这就是你》。你是谁？我们是逮狗。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只要你们再给我100万美金，我再给你。迅哥接手了，你他妈来跟我解释什么？相信我，最后一次。对实验证明，用我们火星的方式呢，来去刺激大家，引发更强的记忆力是成功的。火星研究院行动更是超能力，还没完，还没完。其实呢，用20秒记10个数字真的非常难。各位观众呢，如果你们也能够拍下你们20秒记10个数字的视频，发到微博并艾特我们火星研究院，你就能成为火星的最强记忆者。很刺激啊！其实也是真的会被吓到的。吓死人，真想打你们，那狗气死我了。反正记数字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找到一个特别的窍门了，就是编成故事。首先它在记忆上是有一个感官的冲击力，让你会对这个图片的印象会更深，这些数字会扑面的迎来。当然如果有外界的刺激给你施加压力的话，也会让你的记忆力好像真的有瞬间提升的功能。经过了那个强大的刺激，其实是很容易入脑的。我觉得火星方式就是这样子，通向一到终点的道路有100多条，但我们会选择最有趣的那一条。当你需要激发你自己类似的一些潜能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火星研究院，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实验在原理，原理不断的好奇，大胆坚持做自己，行动是超能力。想不想看更多劲爆花絮和不可描述的微博场面呢？那就锁定火星研究院秘密档案吧，好看的根本停不下来。登录优酷 VIP 会员频道，每周六0点上线。Everybody， 周末一起狂欢吧！你的科学脑洞无处挥洒。扫描二维码加入土豆脑洞特工队，节目中可能会出现你的脸哦。扫描图中二维码登录大鱼号，参加大鱼放制造，打开脑洞进行火星实验，万元大奖等你来拿。英语考试轻松过，快来关注微博火星研究院，搜索单词获得半小时记100个单词的火星宝典。
星球优酷 VIP 会员，大鱼好车点点 DQ 快乐多彩手账 Award 滴答拼车格雷盒子掌新闻客户端世纪家园前程无忧邻家便利店讯飞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世界很酷。